分分合合的深受害者，不可否认痛苦是保持清醒的，耳光发热紧紧抓着，舍不得，无可奈何。我是怎么走到这里的，看在这阵开始变天了，台北天气的是闷热并没君子生，而我最后选择等等等等对的时刻，我才遇见你的。哇，好甜啊！各带一支啊，这么好。